钱了，葛大胆。是吗？嗯。那晚上请我看电影。OK。好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炸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能往那边移点吧？你撞到我了。你一个新来的叫什么叫啊？对呀、啊，不就是业绩好了点，嘚瑟什么呀？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他哪里有嘚瑟的呀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干嘛？不服啊？今天我就坐这儿了，你能怎么样？谁让你吃东西的？经理，现在是午休时间啊。我知道啊，你就不能吃快点，然后多加会班，给公司创造价值，就是给你们自己创造价值，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吃饭，还睡在上面。今晚我刚刚说的话，可以让大家悬崖勒马。经理说的对，所以我能不能说一件事情啊？哎呀，没那么严重，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。你好吵啊，容易把嘴闭上。哟，有零食哎，大家快来拿！是吗？那我快点来。还有我，哎，都给我还回来！馋死了，不就拿了点零食吗？你们笑什么？都见他们来了，我们刚刚只是拿了点他们的零食，他们就对我们大呼小叫的。我们平时对他们可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一点都不懂得感恩，我白眼了。骗人，你们。别演了，你们好戏开始了。随便喊个人过来就跟我说是董事长，想吓我呀？你们这一看就是个学生呀，对吧？李川，学校放寒假了，校服都不穿。我真的是董事长，不信你去查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董事长，我刚刚太急了。嗯，我真的有那么年轻吗？我跟你保证，零零后从来不骗人的。是吗，董事长？那我们你们赶紧把东西还给人家。啥那么多？好，就算了吧。做好工作。哎，下了班别走啊。为什么？我开车送你。